体检，所以不用苹果皮这种可以。而如果身体弱的话，你就不能像这种排。下一面还是要在后面下一面，当然躺着的会跳，你看他站着也可以啊，你看。这个不是不替人。然后呢，最后呢，以补为收，就是他命门和下丹田给他补补气，气给他，你的功发气给他补一补气。当你不知道方向，你就只要这样就行了哈，这个是最简单的。知道方向的，顺时针给他前面给他补一补就可以了啊。好，补完气叫深呼吸三次，叫换成深呼吸，气沉下丹田。是我们发功是深呼吸，还是对方？